OK， 一个营养膏，一个芥末，你自己选吧，看吃哪个。<笑>芥末不吃啊？来一口呗。屎尿多，一个营养膏，一个芥末，你自己选吧。 What？ 营养膏不吃啊？营养膏吃不吃？ 养了3年了，你现在让他走，不可能，还是你走吧。等一下，但是走之前，我希望你明白，我留下他也是为了咱们，为了咱们过年能吃上狗肉。哎呦我的妈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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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手里干。